十方善知识，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莲座上，各姓宗亲同上历代祖先，九贤七祖，当下无缘诸世英灵及十方法界有缘无缘、有情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今日呢，咱即个继续过来讲啊，《风水真经》哈，内底即个阴体风水经啊，去年啊，即个阳体风水啊，啊讲一个段落，那我今年呢哈，开始要来讲这阴体风水。阴体风水啊，真侪人甲这阴体啊，甲有错解去。实在阴体呢，就是咱内在心灵往生以后，咱的净土所住的所在，才是真真正正咱的阴体。但是传统上的关系呢，咱往生了就甲看作阴的，阴的人，真侪啦，将往生以后的阴的呢，就甲看作叫做是鬼。安那安尼呢，有一天呢，咱也变鬼。各位啊，咱爱尊敬这各界的生灵。咱中国咧对这个风水的妙法，有一种单独，有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法，体验在内底的法，体验过风水中的吉祥福祸，会出什么人？好，这也是历史以上以来呢，真侪拢有这个印证，真侪印证。那比如讲，咱台湾目前拢论现金啊，好，甲资产啊，上侪呢，这个大富翁家呢，一几门风水种伫咱。这个岛南，岛南，哈，岛南呢，有一个所在呢，迄地理啊，都向对看，看到海去。迄只那看那是上池啊，癞蛤蟆，啊，搁看起来那是天鹅的孵卵，只天鹅孵卵。那天鹅孵卵啊，这些伊的头路啊，关系企业足济。我伫差不多七二十一年前。和我的老师去看，去经过参观啦。啊，我老师就讲那里有一只鹅。好，我说什么一只鹅呢？好，伊讲一只鹅啦，一只鹅，天鹅啊，天鹅孵卵，里面有很多蛋。好，如果好地理啊，出了很多蛋；坏地理啊，出了很多坏蛋。坏地理和坏蛋，啊，都我爱看啦。迄地里啊，是真水，啊，困下了向咱这里海，海出来。外面风在头，我那阵冬天去，风头，迄门风水在徛在边啊，烧烧，边风顺顺叫徛在风水烧烧。我老师伊讲，这只好坏鹅，好坏鹅啦，所出的都是好蛋啦。我没有一两个坏蛋吗？你说没有啦，最多只有一个啦，最多只有一个。啊，所以呢，几十几年前啊，台湾啊，好有一个啊，好有一间信用合作社轰动一时啊，轰动一时的，向政府贷款足济足济啊，好啊一间台北市一间什么合作社的，好
啊，这些有关系的吼。啊，到尾真正你后来，我老师啊，你说你迄、那个迄只、那個、天鹅孵的卵呢，有一个坏蛋了，嘿啊，那你就只有一口就好。啊，真正都捡卵害歹去啊，吼、哦。而且第二啊，啊出会出高人，出好野人。啊，到现在嘛是台湾伊的这个。好多祖上呐、啊，因为差不多也没想这，也没想这，这捡风水嘛，出是高人。好、哦，那么这个风水啊，出了以后呢，那是咱有遵守道德的，都不用拜去；那无遵守道德的，用拜。我记得记我家哩，我实在爱学一个师傅，伊讲啊。伊细汉的时啊，伊日本时代的时啊，吼、哦、台湾庙里区啊，有某一个所在，吼、哦、出一门一个风水出一个人，真牛，吼、哦、啊记得嘛真牛，到尾啊呢，这个错了，做了有偏去，啊有偏去呢，人呐、啊，拿出高人呢，了了呢，脚下了了目睭先头壳顶。啊，有一天呢，头前伊迄块土地人买去啊，啊买去的人为了要围我，要围围我呢，啊，这个伫风水的人啊，伊惊讲我啊，我会走去因这个风水去个食草啊，啊，伊个就家己摆家己哦，伊就安尼呢去厝里擦尖尖，风水面头前个擦擦擦，米一包呢，买好我过来。结果啥物件呢？差个变钱，射到迄门风水，射到家己风水变钱，下头前安尼吼，蒙牌安尼吼，啊一切差一支支安尼，渐渐啊，渐渐渐渐安尼，差几牌，啊就家己蒙面头前安尼，差一支，啊都钱啊，得钱啊，得钱，都内年呢开始跌牌，走啊走，躲啊躲嘞，嘛死啊死。蒙牌诶，所以真紧听都憋气。哦，迄个道就做了无够，啊，遐拄好咧，嘛是家己败家己，家己贪心，家己贪心，家己败家己。所以这风水的问题啊，你若做了对，就好；，那你反，各位啊，咱唔通度量想起伊，愈发度量愈宽。来，现在咱台湾，哈、哦，这里真正，哈、哦，这事业家，王先生，一路发嘞，公益事业做愈济，公益事业做愈济，啊，伊们叫迄个高血嘞，高山啊高血嘞，伊看过，我老师啊，伊讲伊这高山啊，迄地理算算有够牛，做哩卡盘嘞，会当提，会当放，所以这门风水会。出好嘅人，但是呢，佫也做足大嘅善事，社会公益做足多。假使即台湾地理若有贵嘅哦，即、這个搞一下吼，哦，咱台湾呢，迄唔知偌好呢。会运用大家嘅力量，集大家嘅力量，然后呢，将来回馈。所以高卡呢，你地呢，会放掉去。咱若坐伫高手呢？哈，定了就定掉了啦，伊放未开啊。所以第二来新鲜人搞啊，高山啊嘞，你爱好做一下底啊，一看一下一下。阿娘讲嘞，我像天鹅孵卵啊。迄孵嘞吼，大下都孵条条，愈孵愈大粒，愈孵愈侪只，吼、哦，就一只，一万都孵条嘞，吼、哦，啊那出两粒啊，两个血所有好出来嘞，哈哈，这龟烧卵嘞，啊，拢怕拢怕的，哦，这地理有关系。那么有个人对这地理风水地理啊，真勉强。真正好地理、好风水啊！伊个即个
免做大，免大，免讲哦，我一定依山倒海。那依山倒海就准备怎么摆？各位爱注意，也是各位的风水啊。咱祖先啊，风水感觉安定安定啊，爱就好啊。在咱家是阿伯伯以前，这地阿伯伯以前，哈，这地主啊，土地，那的土地啊。啊，伊风水咧伫屏东，啊，这地主是真正有钱。啊，因的太太咧病啦，哈，生肺癌，生破病咧，所以啊，有一个姻缘啊，走来结缘。啊，再讲因老母的风水啊，根本一块白一支柴，迄条都大体砖啊。怕呢，猜呢，啊名呢，用黑黑黑目色，啊伫边洋招些物仔呢啊，啊伊就发啦，伊真发，啊，迄阵当时诶，因太太身体无好，啊就走来问，走来问呢，那个因老母风水无好，我讲恁老母风水大发，啊真正呢，伊讲伊老母风水啦，伊因细汉啦，三岁老母死去。三个老母死咧，遐阿姑啊，啥替人带老母。啊，十外岁、十外年以后咧，啊，捡起来无钱啊，啊，家己啊，阿姑啊，想讲阿都去甲做一门风换，捡起来换一门风水换位。啊，换位捡起来换位咧，无钱。啊，一块砖啊，咱台湾呐，脚头上砖啊，厚厚啊，涂骹地砖啊，咱只地去做蒙牌。啊，做啊，地发。跳到太太呢，破病的时啊，伊太太呢，破病都到尾做我徒弟，啊，但是病足严重啊啦，肺炎。有一天啊，伊伫病台中病院啊，伊老师师啊，我吼，我要求你甲你甲老多求，我真足艰苦吼，热死啊！我病啊好的时啊，我所有财产我拢卖，我要。对你起来死你，口哨做工课，好啊！这里有他吃的多啊，吃饭配菜脯，教盐我拢好，我袂破病。好，希望救老多，老多呢，伊讲无法度了。结果往生以后啊，好，我去甲看地理，下个点子所在，谢谢啊，好做的安居。希望他的孩子也会出一些我教的人、啊、去的时候我、去的就很多人孩子自己去送我就问那些人、哦、你们、这王先生、哦啊、你们大家这对他那些他说当时、啊、没几年前屏东、啊、我有两间银行、啊、合作社已经发那个严的到了、啊、这不几百钱结果伊个半一撮过，两斤个，将个半个瓜过安尼尔呢，无多。安尼看伊剩偌济，到尾啊，迄几年诶，人啊，太太艰苦咧，伊转咧去，带咧四个舅姨啊，啊，干那生儿子啊，算亿咧，算要几百，伊资产含现金安尼来，现金咧，最起码几啊十股，几啊十个现金。好，迄就是小细门啊风水啊，我讲你唔好捡，未捡哩，迄门风水。咱细无要紧，先风就好啊。咱无一定爱做大门诶。那么这徒弟啊，往生以后呢，吼，以后有当时啊咧，伊会走来催。啊，师傅啊，我吼，一只我想要搁精进，好，我要精进，我无你爱找你原来老师密教吼，啊，密教诶师傅啊，上师啊，伊甲你请你超度，甲上经，到尾啊咧，即个伊翁婿啦。我也请上经一直超度，啊，到尾有啊，直直解脱起来。即个讲风水啊，免一直爱大，卖大。现在即摆真侪人风水都足大诶，这不对，无一定对。西门风水啊，哈、啊，西门风水啊，伊所得的灵气啊，真正靠灵气。啊，那么啊，这个徒弟。伊太太死了后啊，吼、哦，伊嘛是真正感慨，真正感慨。我人伫世间所求的是啥呢？一顿呢，更加呢，怎么食素？一顿呢，上好食呢，100块。
啊，你煮的食一箱，你也食不了啊！啊，要唔着要创啥？我讲你真正对社会公益去做，做社会公益，做到恁某的名，用恁太太的名去做社会公益，然后咧，将这个公益这功德这感谢状啊，你写恁太太的名，然后在恁太太的面前啊，你甲烧开，你讲讲这个功德拢你的，这得会着，比烧金纸较得较会着。所以各位啊，咱若讲伊伫倒位做功德，哈，伫倒位做功德，然后感谢状啊，我建议你大家甲提顿来时，做记的时，别人讲啊，咱五月初五有做记啊，咱这段中间的感谢状啊，咱收起来，咱伫祖先的面头前啊，你讲我这吼所做的功德就恁的，好啊，这功德你的哈，啊，拢回向给你，足欢喜的，比啥个较有效。哦，这是真有，啊！若告诉我你阿多，但你囡仔打一个较无乖，打一个较无平安，哈、哦！这功德拢你的，哈、哦！你就得到，你这囡仔吼，到娶好，哈、哦，到娶好哈、哦，啊！这个会当，哦，囡仔较会听话，较会精神的，哎，嘛足有效诶，嘛真有效，好、哦，咱这信徒弟子啊，哎，红事爱食酒。爱食荤食槟榔，我要烦死！啊，一天起来了，辛苦摕200块，啊，200块来做功德啊，甲写因翁婿的名，希望翁婿了会当报喜，用翁婿的名报喜的。啊，就安尼咧，啊，这是甲化去咧，伫天公老父做面前甲化去的。还、啊、你过几工翁婿槟榔歹食，荤无食，酒也歹食。好、哦，唔是讲这个功德爱摕足侪钱的。唔是安尼，你100块、50块、20块功德都拢有啊，一点心啊，一点心，风水嘛同款，招西门啊风水的，往往在发拢招西门啊，大门风水拢无在发，哈，因为呢，咱一挂人风水大门呢，人家讲我大门下都是发，吓唔对去啊，风水大咧。伊个气未积灭烧咯，风水细细啊，伊个气啊，气会烧咯，啊气会烧咯咧，所以伊拢会较发，加伊孙仔咧，头壳会较清醒，头壳会较清醒，所以啊，咱要做一门风水啊，究竟是爱大爱小，呀，才是对咧。咱呐，爱一个正确的思维，正确的想法，爱考虑家己力量。所以啊，要正确的思维、正思啊，咱这节呢，要来讲这正确的思维。为心信教，每十年一拜。正思啊，正确的思维。咱这节人呢，哈、哦，这个为着讲，希望咱的计算会较轻，哈，较发。所以啊，为呢，想尽办法去计较来，结果呢？失去了正确的思维、思想、思维啊，哈、哦，正确去想、去考虑啊，所以愈弄愈糟糕。咱苗栗啊，吼、哦，苗栗地区、客人地区啊，迄当时我苦老先生啊，我请教苦老先生，咱苗栗啊，哪有这个无啊路边吼、哦，专坐金斗翁啊？伊讲这有历史啊，跟客人有一个习惯。那咧趁无食，需要做袂顺事的时啊，拢甲遐祖先仔讲，讲恁吼，那咧陪我，恁爱斗趁、斗认真、斗拍拼。那拍拼以后吼，我做有趁有食的时啊，我一定甲你做大门风水，做大门的，哈、啊，做较舒适你大。啊，结果出来就拼拼拼，因为西门的风水啊，好、啊、伊在做的时，啊，就反正就伫遐，家己精神啊，无伫风水方面。按什么去做事业，一拍拼去啊！啊，结果成功啊！啊，成功了，咱都甲士大人讲啊，讲了后咧，你无做，心内怪怪啊！所以啊，因都甲关起来换大门个啊，关起来换做大门个咧。啊，大门个地理都失联，有啊无地理啊？啊，做了事业就失败，直直落。好，等下就开始讲。你做工啊吼，
我这厝起较好，互恁住，恁结果唔到保庇，到趁食到保庇。好啊，我咧赶起来，你就免想要落个土地啊！赶起来，伊都去边卡，都无个做咧啊！所以苗栗啊，这风水金刀红真济，囥伫边卡的原理就是安尼来。吼、哦，所以将一切的罪过归你做先啦。啊，赶起来了咧，去边卡佫无代志啊，又佫好好啊。啊，到尾伊个想，吼、哦。这祖先啊吼，可能多无福气，多大惊诶，干脆现在有咧吼，伊较会较透拍拍命。吼，这都是咱一个地区诶风俗习惯。啊无，咱风水诶做法啦，是先风就好啊，无一定爱大，因为大有个缺点，大咧必须要坐红，伊诶气。这一百，你一个人招细人啊嘞，假使带这根钢绳到这看嘞，你会感觉怪怪，零零星星。啊，你若带上房一间嘞，两三平啊嘞，哎，你感觉内底烧了，带了感觉好烧，是要困就困下吧。啊，这大间你困中嘛，唔伫遐，唔伫。啊，目睭八金啊，当这大门要拼涂骹嘛，袂赴啊。好，所以啊，风水啊，咱啊拄好就好啊，在。差不多要二十年啊！高雄啊，有一个信徒，哈、啊，一个可能算朋友介绍的。啊，伊咧一风水咧，原来较早就西门啊，也是伊做船咧，船咧迄阵上济七代大代船咧，诶，大吨类的渔船七代，做了真成功诶！啊，想我当做了成功啊，是这里是大人啊哈，风水咧哈，啊，都好啊，用卡。较大嘞，再甲关起来，关起来换伫大树内底嘞，足大门哦，迄门风水当时诶，二十年前，吼，可才二十年前开几百万，迄当时老厝，我台中所住的一间一二楼九万，吼，那轮到即摆咧九万，才一间就两千几万，吼，爱咧正百分一百万嘞，十间，干那迄门风水咧才爱两亿，吼，伊两亿个咧。啊，石头咧吼，登山石啊，遮高遮阔，比人较悬。啊，是山坑门内底咧，礁石所在咧变作形。将关山，将嘛关山，好，这山呢放安尼流来吼，放一个梁啊落来，啊都过了水口这个所在，好，这溪水安尼落来溪，啊水安尼来，伊风水做一只顺水流，好，这溪门这弄溪门，弄到溪门来滴。伊这份好事做咧时啊，开始伊完工开始罢工，伊一船啊，吼、哦，船咧完工开始罢工，七代船啊，东东三代停摆，无爱甲走，吼、哦，渔船啊，双船拢有，这都是双边咧，过双边山关咧变起住，吼、哦，老起住。罗溪柱，所以这冰溪柱、罗溪柱啊，这是溪门足深的溪门，上面山拢悬。好、哦，这番事啊，伊都抓鱼啊，哈、哦，抓鱼抓到一寡杀业啊，啊都应验伫头前来死啊，番事安尼啊都因缘都到。所以这门风水呢，种了呢，事业一败，败甲七代渔船卖了了，公司卖了了，客家卖了了。然后去共租美军的一间厝，大。啊，我去遐看，看这门，我咧这门风水，达最袂使哩。
你若要关起来，这水鼓鼓鼓，烧烧烧，好，刚才堵着啊，啊，过起来内底咧，迄个烧烧烧啦，火烧烧烧，落火埋，好，伊叫是安，到底是安那？我这地理啊，算不定。好，你照说我地理会发，大门的地理啊，你结果你会败。这就是讲咱一般对这地理啊，无正确的思维啊。正确会想较清楚，无想家己的是毋是真真正正，啊嘛无正确的见解，无这个正见，无这个正确的见解啦。目睭看无清楚，啊佫想想无清楚。人讲呢，是讲啊好啊，安尼就是讲用大法。人拢无贪较济，好要佫较好，但是诶，佛啦，啊佮咱往生多多贵国先师啊，甲咱提醒讲，当你若好的时啊。开始爱保持水平，迄当时，佮当你爬较悬起的时啊，一定爱一大平路，噔噔噔的平路，爬架是去的时，你爱一大足平的平路，你只你车袂害，即句话非常有道理，好，非常有道理。你若已经爬较悬起的咧，你伫地脚内底咧。你一病，佮病在病，病在你行是啊。你经过你是袂佮失败，迄个时阵啊，都拍病的时啊，都创业开始啊，咱个建国开始，各项代志都清清菜菜啊，成病嘞。病到一个阶段，病到一个阶段嘞，开始变成整顿，将家己事业啊健全，家己健全。但是啊，咱啊，那在风水方面啊，真济人都是讲发起以后嘞，伊就开始啊。个想出头，想出头，开始要做大门的咯，啊，个人会批评你咯，啊，出嚟当我一个新风水大门大出水咯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这种唔是有效，这种唔是有效。理心性教受罪。王禅多早啊，贵国先师甲恁提醒，讲那是这样咧。是不好，唔是有效。我把门我写不好，啊！你都做遮大门啊，吼、哦，是大人带你较好咧，那不好。老早咧，伊讲这不好的道理啊。第一咧，就讲原来是大人带遐咧，都好好，你写来甲关起来，好未安。第一咧不好，第二不好咧，你做诶新的所在啦，地理无符合，无符合山川的灵气的时啊。第二个又不好，第三呢，一旦一个人啊，万一啊失败，失败影响到祖地的事啊，更加不好。所以祖先啊，大家啦，咱祖先啊，大家对咧拖累。好，所以贵国先师啊，甲咱讲，咱的地理哪好，谢谢啊，搞好就好啊。剩咧呢，家己认真去打拼。所以老早甲咱讲这個，是佛法乃至所讲的正确的思维、正确的思想。哈，叫做地脚含风水嘛，爱地脚。在座上诶，各姓宗亲啊，啊，历代祖先，恁现在当下，恁子孙甲恁做诶，盼望风水，这是互恁的骨骸暂时借用的尔。恁的灵性，恁的佛性，嘛是爱对西方净土得去。好，恁有一块水的这坟墓底啊，嘛是无多解脱。骨头上久一百年，都拢腐化，一百年都腐化去啊。那较好做咧，得到较好地理啊，一百、五百年、三百年拢未腐化。但是诶，一般风水骨头真快腐化。啊，腐化以后咧，你要割这個骨头要倒去割咧，嘛是无去啊，嘛是无去。那么无去以后咧，恁的心灵上、心灵是不是会安无？我相信是不安，我相信心内嘛是一个怨叹、烦恼尔。烦恼骨头，好，这个已经腐去啊。甲大自然借的物件咧，原来做未用的，以后就骨骸咧，暂时的骨骸咧，又搁无去啊。恁所得到心灵是啥物件？今日，好，贵国先师开这法门，
就要来甲各位，哈、哦，是国信中心在祖先啊，有缘听这法的啦，爱放下下去，放下放下这里有形的骨骸，你的心灵啊，缩缩啊，对西方净土的去，这才是咱大家爱等的所在。就是你放高压外骨骸，暂时就用尔，暂时尔，唔是属于永远的。天地一变，哈，世间一变，地球一变，山河大地有啥所在？那么，咱就是讲现在骨头，咁真正都是咱永远的呢？无一定，无一定。好，在前几年。好，迄个时阵啊，啊，听过有一个咱的信徒是大人，伊的梦牌啊，吼、哦，梦牌啊，因为就是讲，唔知什么因缘啊，啊，梦牌所向换过，唔知是结客还是向换过，啊，结客换过来害啊，魂在找无伊厝啊，伊灵魂在厝甲伊的是，伊那讲讲伊的厝向换呀，唔知叨一间是伊的。那大已经伊个，吼、哦，到尾为了找这个梦星啊，吼、哦，找这梦星的梦牌，叫梦牌去找啊，啊，找十外门嘞，看烧香，我了烧香，啊，祖先面头前等下做证，你烧香，你宝贝落落看找，但是别人的风水你阁袂法教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代志困扰偌久嘞，困扰足久诶，吼、哦，这都是有一个困扰，到尾安尼处理嘞，啊，阁无阁等下。要有咧，有某一个公梦，哈，某一个公梦，啊，都山都放落，放落咧，棺木咧，啊，都好啊，足一区，落落做一堆，啊，去认尸，有诶煞无当认，拢乱去啊，人拢乱去啊，哈，啊，头毛啊，短头毛啊，短头毛，长头毛咧，拢乱去啊，啊，到尾啊，拍开咧，毋知要哪吹。那安尼是安尼不安呢？咱的灵魂嘛不安呢，所以佛啊，安尼讲这是无常啊，这是无常。那么各位啊，咱有一天咱要离开世间，究竟要对倒位去啊？咱要正确的去想思维，以我自己的印证，好境界，咱是爱思维，时时想的佛，时时念佛，心头。有这念头，阿弥陀佛。有一天，我世间断气要走以后咧，体要断掉以后，我要等下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咧。好，这是正确的思维，正确的思维。咱爱正确的境界，境界，因为西方净土是咱所归属的，其他的所在咧，唔是咱所归属的，所以咱要对咱所归属的去行。对咱所归属的，西方叫做世界，是咱的心灵所归属的，吼、哦。所以这就是真真正正咱的正思维、正确的思维。啊，那么这是讲咱往生以后，那么再生呢？咱的伫世间呢，任何一件代志，咱爱经过三思而后可而后行。好、哦，咱佛啊，甲咱教讲要安三思呢，要安想呢？咱儒家的三思咧，想，搁想一遍会使无？两遍会使无？三遍会使无？三思，但是咧，佛甲咱讲诶，正确的思维，第一立场的交换，立场的交换，正确的思维，咱是讲这个立场互相相交换，是毋是会符合各人的立场无？假使我要做这件工作，我想，我咧想，交换立场，我安尼接受，你会接受无？做正确的思维，正确的思维。另外一个思维咧，就是讲，我所做要做这个咧，周围，哈，周围边啊的朋友底下，人甲人中间，是毋是我都会接受？是不是我都会接受？会影响到他人无？是不是大众的利益无？迄个正确的思维，好、哦，正确的思维。咱儒家所讲的
那可能你爱加修修两三遍啊，无唔对。但是咧，无一个真正确的路，这个、目标咧，予咱做一个准则。所以第一，的思维到你我先换立场；第二，我所做甲周围的人的立场会合无？过来，那有开悟者，是唔是？我生生世世这件工作，我该做的，是咪我有这个能力该做无？是咪有这个缘无？是咪我该做？是咪我这个缘无？这才是正确的思维啊！好、哦，正确的思维。什么缘呢？好、哦，缘都是经过，经过因缘故开始，中间尾来结论，尾来结论。啊，比如呢？当时啊，我要去咱这仙佛寺这间，这仙佛寺对无钱啊，哈无钱买土地，啊现年啊千外万，啊我嘛无钱，但是诶、啊、一直想讲，假使我即摆若无来买诶时啊，无来去，我台中遐咧头前路开大条，交通安全的问题，囡仔当当小朋友来开智慧咧。佮在开地位，礼拜二咯开地位，所以小朋友来开地位的时啊，安全上的问题啊。啊，囡仔咧当当无他走，心未安，所以啊，我一直想想想，好决定到买起来的原因。第一咧，我想我买这个地来的时啊，有一个真好所在，我决定要甲建一个寺庙公园化。咱这城市啊，我要甲创成公园，小朋友来遮佚佗，有公园佚佗玩，啊，大人。有时间有机会，大家拜佛，安安心心的礼佛，拜佛。啊，有当时要问代志的，安心的等。那无一经教室行下来，小朋友跟他话未走，心就未安，心未安的，等于就开始怪囡仔，囡仔怪妈妈，怪爸爸，爸爸怪囡仔，所以造成啊，这里就无法多去发挥佛的慈悲啊。那么我的机会就是。第二个计划中，这所在啦，以后要做一个教育文化的所在，教育文化，好、哦，将这个一切的建设呢，依照咱中国传统易经啊风水学来个设计一个，有一个得达得的，以后学习风水的人啊，来会当检讨，会当研究的所在。啊，过来，我想最后一项呢，我要甲做做寺庙公园化。现在台湾啊，咱这所在庙咧，有土地拢起较高，起较高高高咧，尽量空地输，这付迄个土地用甲目滋滋，失去了这个宗教甲艺术啊合为一体的这个观念。所以我想安尼看完了咧，我决定转去啦，好200万、20万咧，先决定咧，1000几万咧，再过来约，对啊，再过来借，无要紧。虽然想想呢，啊，这肉是足艰苦的吼，冇紧啦，肉先先拍算，吼、哦，这唔是为我家己自己，为一个达成一个心愿啦。我正确的思维啊，我一直想，干咩？无买未使嘞，结果买就赚着啊，好、哦、买着我才赚着。啊，赚着啥嘞？赚着会当攻击神人，会场所攻击神人场所。所以咱呐，正确的思维所想的呢，咱来会当把。范围扩阔出去，相信啊，咱的人生、生命咧，会感觉有无限的、无限的这个希望。各位的事业嘛是烧香，各位在世间的事业啊，咱在世间的事业，好，有的人啊，伊所想的想法啊，有用私心来想，我得赚偌济钱。会当给我县长，给我长干偌济钱？后摆伫这所在咧，人个都捌我，捌我讲我赚足济钱，无啥路用。干咧以赚钱为目的个时啊，无啥路用，死了嘛是不安。若是讲我要以公个善缘啊，用咱这体来做一寡工课，有益社会工课啊，咱尽量来做一时啊，相信咧，咱的人生诶充满着希望。所以各位伫世间所做个工课。拢是用桥梁，你甲我一个桥梁尔。
你跟我的交流什么交流呢？有的买东西，你一个币十块卖我，我十块给你，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，这就是交流爱情。咱买东西，并无啥人我给你赚，这句话会记哩。但最唔好讲，你哦，我要钱给你赚呐，控股，我钱要你赚，一会使你免甲你赚呢？会使免甲你赚？好，那个啊，伊这我要来赚的心态咧，叫做伊这做你物件卖我，好，我甲你买做交流。做朋友结缘的桥梁啊，安尼是啊，你会使的，你的整个人生都充满着希望啊。所以啊，过去我唔捌我啊，我只只互你，你加减减谈我啦嘿，减谈我，我唔想想嘛，到尾呢，咱就落到来，伊讲这安唔对，好，这唔对，这唔是谈的问题，都是结缘啊，结缘讲结善缘的问题。所以啊，咱若买物件，爱注意，迄在咧修行啊，迄在咧修行啊，灵山塔下修啊。咱有一个灵山脑，一个灵山塔下，灵山塔以下嘴，嘴都是塔下，灵山下耳啊，灵山塔以内耳啊嘛是灵山塔以下，阿鼻嘛是以下。灵山塔下修啊，咱时时啊运用这个嘴啊，好所讲的话啊，好磨合的咱的心去控股，好去控股心啊，安尼就是错误啊。所以啊，今日开始讲灵山塔下修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灵山在咱的心头，唔免去挽救。你用多塔下来修的时啊，相信各位啊，咱啊。时时幸福都是道场啊，幸福都是道场。那么，咱就是讲正确的思维，正确的想法。咱来想讲，时时想讲啊，我的灵山以下都是拢是伫修行的工具，修行的部门。比如我这个嘴，这个嘴修行修口业的部门，我耳啊修耳啊的部门。灵山塔下修，迄个正确的思维。那么各位善知识，咱的思维对对去想呢，这是一个大课题。哈，咱对对去想，去思考，去思维。好，各位唔知想着，思想，头壳这个脑泥丸宫这个神的所在，思想，思维是心。思维，这个吼，叫做思维，好，叫做思境，思境，诸佛猫友，好，这个叫做思境。一般的咱在思想在想的啦，拢较正的想，咱考虑的，咱在想的吼，拢是想，好多思想在想，但是诶，安尼有偏欠一项，思维环两者中间，这里到这里中央呢，这里到这里中央呢，好多位，这里到这里中央呢，吼。诸佛宝是四境中间呢，哈，四境中间呢，好多四维，哈，好多四维。
好、哦、四维，都、就是中道啊，中道，中道，这里到这中间呢，好、哦，这是中道，迄、那个四维都是中道啊，四维呢，叫咱一下在想呢，看两个你我中间的你一定。不偏不倚，不偏不倚啊，好多思维就对。啊，我偏这边，啊，我偏这边，是中央。啊，我偏这里，啊，我偏这，中央，好多正确的思维。那么，那么如何做到正确的思维呢？这是拄只所讲过，两方的利益各处一半，是思维正确的思维，思想就对。那么当咱看到以后咧，看到任何一件代志以后咧，咱必须要阁经过阁想一遍，阁想咧，都是正确的思维。对啊，那正确思维就是讲，你未伤我，我未伤你，大概一半；我无骗你，无骗我，大概中一半，还是思维。所以啊，咱的发音迄个亲啊，迄个亲啊，或者中道中道发音啊。这边阿轻，这边那相当呢，都未平紧啦。这边那相当呢，都未好势啊。所以啦，发音的亲啊呢，的话是话甲中央正正正，但是诶，亲啊呢，当当在亲呢，拢亲歪一边诶。吼、哦，你甲看卖来，正就弯曲个足济歪一边诶。啊，只亲啊拢安尼徛者，拢转这亲啊，那再看卖来。哦、所以啊，那这都无思维啊，无正确的思维，无中道啊，无中道。你知佛啊，甲咱讲，咱做法官是替天行道，咱啊爱做个中庸，中庸，互你不偏不倚，相平平当，你就是佛啦。所以做法官是佛呢。维新圣教维新宗嘉义道场。有诶呢，人呢做法官呢，未记得伊是替天行道，伊是代表佛呢。结果呢，嘿，拢互切啊，拢啊夹安尼，永远咧歪一边。肯夹安尼人啊，真紧啊，天理就后摆你师傅就你含规拢栽落，哈哈，规拢栽落，规个栽落是啊，含家己跌甲死翘翘。所以啊，咱啊。做这法官是替天行道，哈，咱呐爱甲做家公，会当，这里不偏不倚啊，哈，有诶咧，你所判诶人啊，往往咧这两个啦，冤过甲被告，一定拢是顶世人，男是你诶亲就切，男诶亲就切，这点千真万确。因为两个会糊涂，伫世间呐起小过。那么咧，你就是做法官咧，来定个咧一个权力来世间要做法官，啊要来排解两个诶这个冤案，结果未记哩啊，未记哩讲两个诶共同诶权力，你共化这权力要来判因两个，互因会当保持一个天理存在，会当过好平衡，哈。所以一天五病，结果呢，你啊，欠腿啦，你甲刷换位去啊，欠腿又加较重呢，欠腿加较重呢，啊一边甲减较轻呢，安尼是啊，结果你的作业爱注意，爱注意，好、哦，这就是讲咱正确的思维，所以咱要做法官，要判人生死，判幸福啊，好、哦，那么是爱正确的想。不偏不倚，或者正确的思维，哈，咱一般的想咧，干你我一个利害关系尔，我如何要骗你，我如何要怪你，如何要伤害你，如何要抢你安尼尔，未记你讲，咱人诶如何达到平等，哈，平等，那安尼咧，两个都是拢佛啦，所以咱呢平常时的所在咧，都是咱修行的所在。
世间就是咱修行的所在，日常生活就是咱修行的所在。所以正确的思维啊，是咱成道成佛的第二脚步。第一脚步就是正见，正确的看任何代志，正见。好，第二个脚步咧，正确的思维。一旦你看到以后咧，有当时未准，你看到咧有限，必须要用头壳去想。那么想咧两项，你着逆完工咧，接着思想，慢难免未客观。思维就是咱的心，思维不偏不倚啊，不偏不倚，咱来徛好在，徛好在咧来各人的立场。各哪个立场呢？你一定要加考虑。那啊，你这是真真正正第二步的证书啊！各位先知识，即连坐上各省中心、历代祖先九十七祖，去无缘住宿住舍，再迎灵令，等等，再生，哈、哦，因缘过去，相信呢，各位拢有不凡的心。带着不凡的烦恼离开世间，相信在座各位大家拢有。各位离开世间以后，哈，恁的世间的不平的心，拢一定要存在。这存在是恁的脑神迄带、思想迄带，并不是恁的心。所以啊，你在生所有一切的不凡啊，应该要放下。因为这是造成恁障碍恁的多，往生的多呢。各位无缘住世的英灵小朋友，恁爱好爱思维去思考。虽然恁无这心好去想，有这个灵山的思想来看，但是今仔日讲开啊，恁的灵山啊本来就是平等的。爱了解父母的缘分。好、哦，有缘无缘，互恁自世来修行啊！关系着恁大家过去生生生世世，一定做了无依家八正道，做了偏去，所以才无这个缘啊！在世间佫继续佫修行，好、哦，伫世间啊佫听经闻法，但是要有这个因缘啊，我希望呢，听法以后呢，对你在恁的灵山之下呢，佮灵山之上啊，灵山之中啊，好好啊，冷静来思考。今日呢，好有这个善因缘，好来讲这个正确的思维啊，佛陀甲咱开示的，那么你会当好咱得到心安的第二条件，就正思正确的思维啊。所以，咱爱好好遵照佛的开示啊，成这正思做咱人生的目标。无论在世的人，还是离开世间的人，在恁的设定内底。拢爱以书证书咧，做咱的日常生活的指标，好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